如果你没有可爱的外表，至少要有实用的技能。客官，这风力还满意不？要不要再大一点？我不仅能扇风，还能唠嗑呢，也能看娃，还能做饭，偶尔还能私家。你看在我这么勤快的份上，你收下我当宠物呗？你怎么样？你不要贡献，每天一根肉骨头就行，保证你不会吃亏，不会上当的。咦，这是个啥？哎，你好 ，Hello， 有病吧？你是华的，听不懂英语吗？啊，这中文呢？绝对有病！你不理我，喵喵喵，还是个傻子，太冷漠了吧这也啊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长这么丑啊！我都不敢认真看的，怎么不见了？走了吧？这不还在这里吗？难道在跟我捉迷藏？门背后也没有。说，你究竟躲在哪里？热衷于捉迷藏的还有下面这位。做得这么好，你们也能找到，不开心。有胆你就摸一摸，我刚好饿了。